我相信大家都深深的体会到，有两种免疫力我们是人生很需要的，一种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力，一种就是我们的财务免疫力，大家说对吗？是不是三个月，大快三个月在家了，我们真的美国刚刚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那个 website 哦，到现在已经有全球有700万人有感染coronavirus 就是冠状病毒，那有40万人已经上天堂了，那美国已经超过了11万人，那是什么概念？如果一个很大的好像 AT&T 那个大的球场坐满可能大概3万多人，那11万是什么概念？可能要坐三个半大球场的人全部都上天堂了，那是不是很恐怖？那经济上呢，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看到美国就是大家都说诶 coronavirus 这么严重，为什么还要拼命的要 reopen business， 大家都要 open， 但就是因为太多太多人失业了，上个星期就有40 million 4000万人领失业金，这是历史以来最高的峰。那想不想看工资打工稳不稳定，传统的创业稳不稳定，传统开餐馆是不是也是不觉得很稳定啊？那真的很感谢有这个赴美中心，感谢创美大哥海燕姐创办这么好的赴美中心，让我来学习如何能够在美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能够创我们自己的业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现在就一起来了解一下，好，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好吗？